持人登场。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优生活啊！非常期待啊！这一期的话呢，我们很快这个周末又来临了，我非常期待与大家在这里空中一起相聚，一起学习我们的这个如何过得更加轻松，更加轻松的做一个烹饪给家里人或者是给自己我叫 Jason， 声音来自伦敦那么是英国营养协会认证营养师今天由我来主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把我们的这个 iCook 智能烹饪系统用到淋漓尽致当然在这里的话呢，有很多的，我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那在这里的话呢如果你已经投资了我们的这个 iCook 智能烹饪系统你是可以学习到老师们如何轻松的去用到这个烹饪系统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功能它是怎么样去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给大家看。那么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呢，还没有投资这个 iCook 智能烹饪系统，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的欢迎你来一起体验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棒那如果你在 YouTube 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记得点赞我们订阅我们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频道，那么及时我们会及时的通知你如果你是在现场的话呢记得把你的这个介绍人的名字写在你名字的后面，那这样子的话呢等一下这个直播过后我们有跟大家去分享有一些福利一定大家不要错过，所以在现场的朋友呢一定要这个待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学习到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好，那么我们就不多说相信大家的话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文案我们这个文案的话呢已经大概的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首先我们会来到我们的这个 Blackpool 的Blackpool 的我们 Chloe 老师的家里的话呢好Chloe 老师是的，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对，我们的相机已经来到了你的这个厨房，由我们看到女神在为我们招手。好Chloe 老师今天为大家去展示什么样的一个菜肴呢？好的，感谢我们优秀的主持人Jason老师。大家好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优生活的直播间，也欢迎来到我家的厨房。那么我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我是 Chloe。那么声音和荧幕来自于英国的 Lancashire Blackpool 那么我也是雅姿的美容培训师，在终极成就团队里呢也是雅姿的美容培训师。那么我先开火一下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有咖喱鸡、蒸鱼还有白米饭，就是我相信呢在这里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你们猜一下那是什么就是喜欢吃，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吃，喜欢吃美食，民以食为天嘛，喜欢吃美食，喜欢享受美食的你们来给我们互动一下，来给我们打一个一好吗？在你的右下角有一个聊天栏，有一个聊天栏，你按击一下会看到聊天栏呢，来给我们互动互动一下，谢谢你们，你们都喜欢吃美食嘛，对不对？对，那么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在互动了，Chloe老师，谢谢你们。那么喜欢吃呢，
也不一定喜欢煮哦，喜欢煮呢也不一定啊，都全部人都煮得好吃啊。以前我自己呢，我是一个很不会啊，不喜欢烹饪的一个人啊，可以这么说，是比较懒惰，就不愿意动手，会觉得啊，做饭啊，做几道菜要做上一整大半天的时间，我觉得很有点浪费时间啊。而且呢，我也不喜欢天天吸入那个油烟味啊，油头满面的那个味道啊，所以呢，我是不会煮饭的。直到呢，我了解了这个 iCook 的智能烹饪系统，智能烹饪系统的这个好处呢，优势呢，我现在是非常享受，非常的喜欢在厨房啊，给家人们烹饪一些好吃的美食啊的这个乐趣哦。那么给他写光小火一下。那么今天我来展示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iCook 的高级套装。它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八公升的汤锅，还有三公升的汤锅，还有这个两公升的汤锅。那么今天呢，我会用这个八公升的汤锅来煮一道马来西亚的非常出名的美食之一啊，就是咖喱鸡。老大有吃过咖喱鸡啊？我喜欢吃。你喜欢吃啊？我也很喜欢吃。每次呢，这个咖喱鸡呢，这香浓的咖喱汁呢，都可以让我吃上最早两碗饭。那么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八公升的汤锅里面呢。我刚刚已经开火，它开始滚了啊，里面就有这个，看到啊，有鸡肉、马铃薯，我们叫土豆，也叫土豆，然后这个洋葱啊、大蒜啊，还有这个香茅和红萝卜。所以这个煮滚，这个是刚刚煮滚，对不对？对，刚刚煮滚，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咖喱 paste 嘛。这个是自己配的嘛，自己要这个调料的话呢，就是自己去拿捏嘛，是吧？这个你可以在超市里面也有卖，中国超市也有卖这个咖喱的酱。这个是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鸡肉的话你放进去，然后还有其他材料放进去这个锅的时候呢，你放了这个有放了多少水呢？进去水呢，其实我大概是放我拿了这个一升水啊，这个1.4毫升水呢，我大概是放没有到一半多一点点嘛，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汁。如果你要浓一点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用放那么多，因为它你放多少水进去呢，你就有多少的汁。是不用放太多，它的味道已经是把那个越多水你就越少味道嘛。它这个锅是这个有这个锁水的功能嘛，就把它锁到里面去了。对，这个煮滚了之后呢，就煮滚了之后呢，这个咖喱鸡，然后你就放这个酱汁进去，对吧？对，是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煲汤，很喜欢喝汤。这个八公升的汤锅，当你家里面有派对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啊，或者是你喜欢煲汤，这个汤锅是非常好用哦。你可以招待15到20个人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拿来放整只鸡、整只鸭，或者是炒这个pasta 啊，或者是意大利面也是非常棒。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因为孩子都不吃大嘛，今天。煮这个咖喱鸡，然后我准备了另一道菜，就是三文鱼的。那这个高级套装里面呢，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蒸架，我们也可以用来把它炒那个丝啊，青瓜丝啊，或者芦荟丝，或者是 cheese。也很好用，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些小洞洞啊，我们都可以省。多功能的一个割片嘛，是吧？对，多功能的。你看我今天就等这个滚这个咖喱鸡呢，我把它
材料全部都放进去了，然后呢，也把孩子的鱼放下去。啊，这个鱼有没有有做什么加工吗？还是生的就放进去就好了？就洗干净啊，洗干净去淋啊，擦一点啊、盐。那么因为有孩子吃，我其实不会放太多的调味料，因为它已经它的味道是可以原汁原味的。OK。嗯，很好。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也有刚刚滚开的这个白米饭。哦。看到吗？刚刚滚开，滚开了之后呢，我把它搭在这里。这个就是爱扣锅里面其中一个优势，它有这个层叠煮法。这个很多人呢，会觉得，哎，传统的方式呢，我们会煮了一锅一个锅，然后又洗锅，又回来再炒另外一道菜。那么，回来呢，可能第一道菜呢，最后一道菜煮好了呢，第一道菜已经冷了，冬天的时候已经冷了，对不对？那就吃的味道也不那么好嘛。这个层叠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一锅粗的同时搞定了三道菜在里面。哇，搞定了三道，很省能，很非常的省能源嘛，对吧？对，嗯，省了两个。想问一下 Chloe 老师，你这个饭煮了多久啊？这个饭，我放水放米之后，给它大火烧开了之后呢，把它层叠上去，大概10-15分钟就会好了。哦。OK， 那你下面的加力鸡跟这个蒸三文鱼，再加上这个煮饭是一起的哈、哦。对，三个一起咯，就一锅粗，我也不用就是去洗锅，又回来要做另一道，就是同一时间，就有热腾腾的好吃的美食出来。嗯，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吃咖喱鸡的时候呢，都会有配一个水煮蛋，马来西亚都会配一个水煮蛋的，是吗？有吗？啊，哦 ，OK， 我才听啊，我今天才听说啊，我们吃那个椰浆饭啊，那个饭的时候放点那个水煮饭还有咖喱鸡，很好吃的。那么，水煮蛋呢？可能你们会觉得，哎，没有什么特别啊。水煮蛋你不吃是水煮蛋，你们平时会怎么煮这个水煮蛋呢？平时会煮的话，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锅有多少多大的锅，然后就放多少水嘛。对，就会放很多的水嘛，对不对？嗯，对。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只用两汤匙的水来给煮这个水煮蛋，两汤匙的水。那么现在呢，这个锅是空的，没有水哈。把鸡蛋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魔术哈，在做魔术。然后再来这个两汤匙。我们确保下面没有水啊。对，没有，给你们看一下，真的没有水，一滴水都没有。那么，两汤匙的水已经放进去了。嗯，我就开火。从平时呢，我们如果是很多的水进去，你可以想象两汤匙的水和一锅的水哪一个会比较快煮沸啊？一定是少越少水越好。可是呢，因为爱扣锅里面有这个锁水。而且它传导热能非常的快，非常的均匀呢。我们只用两汤匙的水呢，就已经足以把这个水煮蛋给煮好啊，就是煮好了。那么现在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彩虹蔬菜好吗？对对对，好丰富啊，很健康啊。对，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啊，我们要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颜色丰富的这个蔬菜水果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好的这个维生素，还
还有这个矿物质啊。以前我们吃饭就会觉得，哎，我吃饱就行啦。现在不同，现在我们会讲究，我们会讲究吃得好，吃得这个有营养，对不对？对对对。对，还有给他下锅，开火。然后呢，平时我们怎么煮菜？煮炒菜可能会高油。先放油，先放油。平时的话，先放油。对。对。我们会高油温，或者是我们会，我先倒这个安利的初榨橄榄油。这个锅是没有热锅的情况下，你把它放进去的哈。对，等的，然后把它放进去，开火。平时我们煮饭可能会用热油炒啊，或者是用这个水去煮啊，很多的水去煮它嘛，煮熟它。这个锅呢，这个鸡蛋已经滚了，我们就没有两分钟的时间，鸡蛋已经滚了，开始把它关小火啊、哦，它已经滚开了。对，啊，所以你那个盖子，锅盖是可以去扭动的话呢，它是可以spin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说滚了，对不对？对，很快的。那如果是冒烟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是它在冒烟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省能源呢、啊，就是关小火，把它关掉。对，关小火，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呢，这个鸡蛋就会熟了。啊，真的看起来好简单，而且我观察到一点就是，你没有开抽油烟机哈、哦。没有，对，没有油烟机，所以我就不会觉得煮完饭我的身体会有一种油烟味，因为这个也是 iCook 的智能烹饪系统的其中一个优势啊，非常的好，它就是少油烟嘛，少没有油烟啊、少锁水，还有这个重叠方式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菜呢，很多人会觉得热油去炒或者是很多的水去煮会使那个食物水溶性里面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和这个矿物质啊会流失很多，然后我们吃进肚子的可能就只剩下是一点点的纤维和那个一点点的营养而已啊，就吃纤维比较多了，我觉得，因为平时的话呢，我的顾客说为什么要吃这个营养素啊，我是说平时你煮的饭的话，煮的菜的基本上就是吃纤维会比较多嘛，啊，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都要用上这个我们多种营养素这个倍利健啊，去补充就是平时我们摄取不到的这个营养素，非常的重要啊，对，这个倍利健有22种的维生素和这个矿物质嘛。我们在这附近很难买，就是真的很难出去买到材料，也尽量少出门嘛。所以呢，当你家里没有这些新鲜蔬菜，不用怕，我们还有倍利健，还有倍利健上门口。我每天都要吃，每天都有吃。OK， 很好很好啊。所以这个菜都要煮多久啊？这个菜等它现在还没滚开，等它滚开了之后呢，我就关小火，又来省能源了。关小火呢，大概煮3到5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吃的了。啊，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是的。所以整个烹饪过程，你看这里有一个加利鸡，一个三文鱼，一个鸡蛋，然后还有煮饭，还有这个菜是多少了？好多。所以我们五道饭菜。对，我们只花了那个20分钟啊，20分钟就准备好了，这个是你的，太神奇了。今天呢是暴露了，这一顿晚餐是暴露了，我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因为有了这套锅呢，一点技巧都不用，我就把它们全部放进去，就是整碟，然后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低温煮法呢，可以给我们的营养更加的保留啊，多30%，所以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吃的更营养的追求啊，还有品味。对，谢谢 Chloe 老师。
非常精彩的这个展示啊，这个虽然是短短20分钟，但是已经展示了五样菜哦。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回来伦敦，我是住伦敦的哈，我们回来伦敦啊，来到我们的 Joey 老师的家里。Hello, Joey 老师，你好，你好，你已经在这个镜头上面了哈。啊，我们非常荣幸来到你的家里啊。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去展示什么样的一个菜肴呢？啊，我们你都是百变金刚啊，啊，可以把不同的菜式给变出来，我是非常的啊敬仰你啊啊。好，那个啊，这个把麦交给你。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领导人 Jason 领导，听到我的声音哈 ，OK， 领导听到，对，今天非常开心，来自不同全球的朋友上个直播间的，欢迎你们来支持我们哈。首先我是 Joey Clark，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我今天太激动了，因为这个是我的首播哈，首播直播 ，OK， 那我今天很快的，因为时间上嘛，大家的时间非常宝贵吧，我们有了这套爱直播呢，就是。时间，刚才库里老师说，爱吃谁不爱吃呢？爱煮未必每个人爱煮，包括我在内。但是有了爱锅之后呢，我不需要会煮，我有他帮我煮。OK， 那首先呢，我很快的来和大家分享我这个小的。刚才库里老师你们看到很大的那个咖喱鸡的锅对吧？那个是8公升，那我这边的是。公升的小汤锅哈，如果你是一个人一家两口啊，小家庭这个也蛮好用的。那我这边呢，它也是有一个叠层盖，我们叫叠层盖哦，外面看不到的哦，只有我们爱锅锅有这个哦，很漂亮是吧？而且非常好用。那这个小锅呢，和托里老师的一样的，就是可以做一锅两道菜、三道菜，就是做你自己的这个。喜欢哦，我这边上面是增高哦，我是后面的高，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蒸酱哦，我是蒸这个馒头哦，大家看到哦，这个是番薯馒头，然后还有这个呢，我是煲糖水。今天我的主题是午餐啊，我的午餐哦，这个是我今天的午餐哦，你们还没用吗？用了午餐我还没用呢，家里人还等着我呢。那我这边呢，就转过来这边。所以周宇老师啊。啊。你这个自身锅的里面的所有的配件都是这个智能烹饪系统里面的，对吧？对的，所有都是一起来的哦。这个4公升的汤锅哦，然后呢，现在第二个锅，我的宝贝，这个是一个锅，我们叫它万能锅哦，就是爱锅7层锅，大家非常熟悉它，应该。它可以烹饪12种以上的不同烹饪法哦，有没有12种？你会多少种呢？想问在线的朋友们，你们会烹饪多少种呢？我们爱锅7层锅呢，是可以有12种以上的烹饪法。那它有这个蒸架，还有这个莲花酱，我们叫哈、哦，非常棒。所以这个锅是可以烹饪12种的做法，不同的烹饪法。那我今天。好，我很懒惰，所以我今天呢一锅醋哈、哦，所有的菜我把它放下去哈、哦，所有的菜我全部放下去 ，OK。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菜名呢 ？OK， 菜名非常棒，因为我喜欢吃辣的，这个是泰式炒我们的意大利面，我们公司有这个意大利面嘛。除了这个 tomato sauce，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煮呢？你可以中式、泰式、印度式，怎么样的好吃呢？非常好吃，因为它是用高质量的这个小麦做成的，而且是意大利的哦。它的这个怎么样制作法？很多意大利外面的，我蛮喜欢吃意大利粉的哦。然后呢？现在我所有下去有鸡肉，我放了一些鸡肉哦，还有一些菠菜。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意大利粉，我就这个鸡肉你是已经是腌好，对不对？我看到了。对，我就用这个冬阴功sauce 把它腌一下。冬阴功 sauce，OK。全部放进去，看到吗？好漂亮是吧？看到。我会放这个酱料的，就是我说那个泰式的冬阴功 sauce，
如果你爱吃辣的，这个蛮好。然后我这边是400毫升的水哈，我放一瓶水。平时你们煮一半意粉呢，是不是拿去杀过先？啊，平时煮这个意大利粉的话呢，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另外用这个用水煮开了意大利粉之后呢，另外再煮这个料，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可能比较繁杂。我看到现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就好了。是的，盖上锅盖，然后肯定要开火啊，对吧？开火了吗？我们的锅要开火哈，要开电的哈，那不开会熟哈。开火是开中火是不是？现在我开中大火，因为现在呢，我是有放400毫升的水下去嘛，现在是可以开中大火，不是大火。所有的火都是最高是中大火而已，而且我的令呢是小令，我不是大令，我的大令在这边，你们看到吗？如果家里快，那我现在呢，我们的爱酷锅非常方便，你不会煮都能煮出一道好菜。为什么？你看我现在全部放下去哦，我现在不用把它，我就等它滚开叫我的时候呢，我才去把它降温，我们说降温哦。那这边呢？今天其实要带的午餐嘛，有一个面了嘛，对吧？还想吃什么呢？你们我这边呢是大概看到我这个锅吗？看到，非常的清楚。这里面是什么？这个是油，我已经热油了，因为我的孩子要求我说，妈妈，我今天想吃炸鸡翅，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今天就用比较少的油，大家看到我的油哈。看到，比较少的油来炸这个鸡翅哦。为什么呢？我们追求健康嘛，现在说的都是要健康吃法，然后我就用在家炸是最健康是吧？而且你的油是比较干净，我们爱酷锅，我这个是周宇老师，你这个油已经是热了是不是啊 ？OK， 你怎么样？是它热呢，它会有起泡泡，冒泡泡的。你放这个，放筷子下去，它冒泡泡就可以了。OK。对的，不需要很热，因为我们这个在家煮嘛，不需要大的火，好像在餐馆的不需要的哈。那现在我就放鸡翅下去。OK， 我就用手啊哈，很快嘛，我是比较粗鲁的，所以这套锅最适合我用，因为我每次掉也掉不了。周宇老师啊，这个不叫做粗鲁，这个叫做高效，这个叫做OK 是吗？直播高效，你们赞同吗？这个是叫高效还是叫粗鲁呢？OK， 这是啊，有些人比较高级的餐馆，厨师也是用手这样下的哦，应该对吧？高级厨师对吧 ？OK。爱酷锅一个很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是环保锅嘛。那我们呢，这个东西呢，盖上锅盖，把它盖住。还盖上去，是不是？为什么要盖着呢？那盖呢，它第一熟得快，熟得节省能源，然后就不会污染那个空气啊，污染减到最低。不是没有，是减到最少最低哈、哦。你看有油烟吗？还没有。没有油烟，没有油烟。我发现到你这里更神，你的厨房更加神奇，就是没有抽油烟机的是吧？你这里没有。没有啊、我没钱买抽油烟机啊，因为我的钱用光完了，然后我投资了这个爱酷呢，更加不需要了。严格我是装，但是我好彩遇到了爱酷，所以呢，简直不必烦这样东西。好，那现在呢，我第三道菜哈、哦，领导，第三道菜很快哦。OK， 好。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那我今天会做一个示范一个不粘锅嘛。我们怎么样不粘锅呢？那我这个鸡翅这边呢，我看 ，OK， 他叫我嘛 ，OK。我现在用这个小片哦，看到漂亮吗？小片，来形成一个不粘锅，因为很多朋友说 nonstick 的话最好用，对吧？对。那个外面黑色那种啊 ，nonstick 啊是最好用，因为它是。不过那个是用了3个月、6个月就得丢了。
是吗？对的，我一年用三个，以前呐、啊，我一年最少用三个哦，因为我是那花了我就会丢会扔，所以也是一笔蛮高的投资啊，在那个普通的 Nansego。那现在呢，我要做示范一个给大家看的，就是要怎么样形成一个不粘锅哦，这个有技巧哦。等下你说，哎，周伟老师，我买你的锅为什么粘呢？是因为用错方法，因为我们的水珠，你看如果这样子哦，是还不够热哦。然后呢，我要水珠快跑，永远记得，如果你要你的锅快热呢，更省你的节省能源呢，就盖一下锅盖，给它那个热度在里面了。哦，现在呢？在这边的时候，我来看一下我的炸鸡翅好吗？因为它是有个小小的蒸汽出来，那我就打开，大家看到吗？很多水分啊。对，你每次炸东西呢，要用的呢就是厨房纸，把它抹干它。然后我的这个鸡翅哦，大家看到鸡翅吗？看到。OK， 那我就可以来做一个翻的动作吧。这个鸡翅呢，有没有看到油烟呢？没有。李导老师有没有看到？老师有没有看到油烟呢、如果你们眼睛很厉害看到的话，说一个八字给我吧，看到油烟的话 ，OK。如果没有看到油烟，说后话给我。这里有有我们的朋友张恩琴医生啊，他说很想去你家吃一顿啊。OK， 来 ，OK， 我等着你们过来，谁要来就来。OK， 现在呢，我把它翻面了哈，很快我慢干了，我就把它盖住，再过三分钟，其实都 OK 了。我大概炸这个的话呢，就是我看一下，如果是说三分钟的话呢，就八分钟时间就可以了嘛，是吧？对 ，OK， 是的，八分钟，通常八分钟。那我今天会做一个也是lunch哦，印度煎饼。那通常很多朋友为什么我今天会示范呢？朋友买了这个回来哦，他买了，他就说一定要用慢性锅来煎。那我今天一滴油都没放哦，老师、朋友，我没放油啊。对，没有，省油啊。一滴油都没放哦。然后呢，我就放它下去盖锅盖，然后我的火可以大一点点。有一个，如果你要吃这个，要用这个嘛，要做这个美食哦，你一定要有耐心啊！谁没有耐心呢？就在这套爱酷锅里面练耐心啊！太好了，太棒了！爱酷锅也是给我们练习耐心。因为现在煮制呢，我们整群健康嘛，对吧？我的鸡翅其实差不多好了，我就给它有一点比较泡泡了，像颜色啊。金黄啊，就 OK。如果你想香脆的话呢，你可以很多师傅教我啦，就要把它拿上来。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莲花酱哦，刚才我们这个爱酷锅的莲花酱，爱酷七层锅带上来的这个莲花酱，对。姚宇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油啊。当然是这个平底锅嘛，你这个油放了多少啊？放了多少啊？我看一下啊，大概这个碗我还没量呢，这个碗。就很省油啊，很省油，因为平时的话呢，你看炸你在这里炸鸡翼嘛，炸这个薯条，这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那个炸那个鸡翼，那个鸡子很费油的嘛。对的。OK， 那我今天呢，我刚才说了这个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哦。那我们除了爱酷锅呢，很多朋友会问我，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好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刚才有 olive oil 对吧？老师用了 olive oil 来煮我们的控制，老师用了 olive oil 来。那个菜嘛，去摆菜嘛。那我们呢，其实我会有一个沙拉，平时你们都会吃沙拉，虽然现在不建议吃生的沙拉哦，但是呢，我们爱酷锅呢，还有
是也是我们这个安利的嘛，安利的家族的啊。有谁爱吃醋？不要爱吃醋。女人爱吃醋，这个醋我可以喝，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啊，女人爱吃醋，男人不爱吃醋，对吧？女人的宝，这个是意大利，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哈，你知道它叫什么吗？黑色黄金。OK， 因为它是从这个一个地方啊，蒙内塔的这个地方啊，Montana， 大家看到 Montana 吗？如果你们可以上网去找哦，非常有名哦，意大利的黄金，黑黄金啊，它非常的香浓，然后你可以加在任何的菜肴。那我这边呢，我怎么调呢？通常你可以很多人放这个柠檬嘛，对吧，领导？对，哦，对对对对，他们放很多。我相信大家呢 ，olive oil 就直接调下去，然后呢，就把它放这。等一下，这个就是我的沙拉。沙拉，沙拉就不用这样子的话呢，就不需要买这个沙拉机。这个也是我们爱酷锅一套来的。那现在呢，我的这个煎饼，大家看到吗？那我说要有耐心，不能急，说我的时间会用长一点。不能大火，那现在呢就开始翻它哦，现在开始翻它，我们来看，这不会翻锅吗？看一下，希望它不会翻锅，有时不听话它不听话呢，它会翻锅哦。所以呢，如果翻锅的话，是你它不够熟，因为这个是一个你看，我就如果。如果一下子煮很多要我问了你很多问题啊，是讲到忘记完了。因为它是冷冻的嘛，我再煮备一下，它还不够熟，你不要怎么说强硬的去把它挖出来，再给多它两分钟好吗？那现在我们好好好，一次就 OK 了，领导。我们的来自荷兰的玉凤老师，他说他现在吃这个大闸蟹啊，也是用这个醋来吃的。哦，那对中国人通常我们会买陈醋，对吧？啊，对，这个醋呢可以配上去哦。对，如果你喜欢香浓的醋哦，这个醋就是最好的，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哦，这个莲花架的话呢，在这里也非常的好啊，它那个油就滴下去了嘛，对吧？对的，看到吗？它是过滤油嘛。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保温，可以把你的食物这样放置的话就可以保温。啊。这样我的鸡翅就 OK 了，漂亮吗？大家来过来。看起来很干爽啊，干爽干爽。是 ，OK， 那我这个锅大家看到我的锅叫我了吗？他叫快点把我滴，开小火。冒烟了。对，爱酷锅呢，好处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哎，我不需要这么高的火了，我需要酷到，那你就把它装到最小火就 OK 了。这个就是我现在给你们看，不应该给你们看，因为呢。现在形成一个蒸汽锁，你就不要把它打开。而且呢，我们所有爱酷锅呢，锅盖是没有这个洞的。你们家里的锅盖有洞吗？有没有一个小洞给它透气？其实透气透营养。我们吃什么是纤维，就不是吃营养了。所以爱酷锅的好处还有一个锁住营养，比普通锅。30%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投资爱酷锅吃得更健康。非常非常给力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也是用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啊，就做了炸鸡，还有我们的泰式意大利面，也还有我们的这个是印度煎饼，是不是？对，印度煎饼很出名的嘛。我们通常呢，在外面的话，会用手抓饼嘛。我们说，
那个印度煎饼应该是配上我们 Chloe 老师的这个咖喱鸡。咖喱，对的。OK。是比较好吗？我已经翻出来了，看到吗？一定油都没放。如果你想喜欢多油的，你可以放一点点的油。我今天做示范比吃的更健康，因为你外面买的通常这个煎饼呢是很多油的了哈。如果你自己做也是要放很多油，所以我一滴油都不放。就不会粘锅，所以这个印度煎饼是非常棒的。我们爱酷锅是可以形成一个不粘锅，你不需要一年换三个锅或是四个锅。我三十年，应该三十年吧，可以活到三十年后呢，可以的，还继续用，非常好，非常好，有，很好，很好，行，这个是非常棒啊，那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周宇老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来自北爱尔兰，来自北爱尔兰的我们的 Chris 老师的话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餐后或者是餐前，或者是有时候呢，你没有时间，在做这个烹饪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来一杯非常美味的这个营养均衡的 milkshake。 那应该这个是怎么做呢？我们去到我们的北爱尔兰来看一下我们的 Chris 老师是如何为我们去展示他的这个美味营养的营养餐。来，好，我们 Chris 老师镜头已经转到你这里来了，我看一下这个你要 unmute 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麦先哈，看一下啊，能不能 OK？ 可以到，可以听，看到了，哇呀 ！OK OK， Hello Hello， 听到声音吗 ？Hello Hello Hello， 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拿 handphone， 我是听不到你们的说话，所以我就肯定拿个 handphone。啊，今天我就简单的介绍我作为这个 milkshake， 然后因为两个介绍一下自己先，我看到你这个是。厨师的打扮是不是啊？对对，我本身是一个厨师，对对对啊啊，之前是自己经营一个小餐馆，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厨师，然后我在安慰那个职业是一个净水器培训师，然后我就很热爱安利的所有的产品，然后很荣幸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今天。还有 Jason 老师领导给面子，我可以还有机会就上这个节目跟大家聊天啊，然后还有做这美食，但是今天两个美女做的美食太美味了，那我就做一个饮品吧，就有美食肯定就是要就有一个饮品吧，对不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milkshake， 就是strawberry 和香蕉的 milkshake 啊，非常用心。如果朋友们在线上的朋友们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聊天栏上去打出来啊，我会及时的去观察 ，OK 好吗？好，那我现在就镜头去转去就看着你啊，现在就是这个 milkshake 已经准备好了，就是227个 strawberry， 然后切开二。然后就是两条香蕉，然后半杯牛奶，然后当然少不了我们有两匙的这个蛋白粉，啊，这个蛋白粉呢就是有很多功效啊，其中最大的八个功效呢就是有那个提升那个免疫系统啊，消水肿啊，然后让细胞再生哦，最好的有两点就是它降低那个胆固醇，还有那个降低那个心脏病啊，保护那个头发和指甲呢，还有皮肤紧之外呢，它减少。那个皱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啊，然后让你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让你的骨骼之间那个结构呢会结实，就是那个没这么容易松脱，所以这个产品呢，我就介绍大家去买来喝，是不错的产品。这个就是我们安利，这个是全植物蛋白粉啊，对，这个纽崔莱的安利全植物蛋白粉。好，那我现在就。打这个很快了，我这我们的 Chris 老师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直接用比如说你家里有这个 blender 的话呢任何的 blender 你喜欢加任何的这个水果都应该可以啊，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对对对
对，可以，但是我的小孩子就喜欢喝 strawberry， 还有那个香蕉，还有那个牛奶加两勺的蛋白粉，他是最喜爱的了。哦，那如果是加水的话呢，也可以吧？可以可以，都没问题，可以啊，都是可以，但是加牛奶当然是好味一点啦。啊，是是是，那个比较creamy一点嘛，是吧？啊，对对对对，啊，我家的话呢，就是平时加蓝莓，还有香蕉，或者是有时候苹果，或者加香蕉，再加蛋白粉进去就这样子一个模式。哦，好，就是我又学了的东西了，下次我都会，但是我孩子就喜欢那种 pink color， pink color 就看到很喜欢，所以我就一直就是买 strawberry 给他们喝了。孩子几岁啊？孩子几岁啊？哦，一个就6岁，一个就3岁啊。6岁3岁了，两个都一起在喜欢 pink color， 是？对对对。是女生吗？是女生吗？哦，男生的，男生，男生。男生。不过跟这个没事啊，都很好吃啊。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啊。那么我自本身的话呢？已经是用了这个蛋白粉，也用了很久一段时间了。啊哈哈，谢谢帅哥，谢谢帅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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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啊。好，我们镜头回来到我们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来自北爱尔兰的Chris 老师在介绍这个美味的这个 milkshake 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你选择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水果味有些朋友的话呢放这个pineapple 这个菠萝各方面的话都可以放进去或者是你喜欢的小孩子喜欢吃的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展示就到这里。最后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留到这个直播的最后，我们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即将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对，5月份呢 送出的这个福利嘛，对吧？那么我来分享一下我这个这个屏幕那当然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干锅对我们的干锅的话呢哪一套是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套装，所以说呢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其中的功能，还有它的一个套装到底是怎么样去结合的。那么首先来到看这个是个功能，那么 White Lung 呢是一个专利权它可以让我们达成这个低温免水煮法你看到我们 Chloe 老师煮的这个鸡蛋的话呢，为什么可以用2个瓢羹的水就可以把这个鸡蛋煮熟，然后呢蔬菜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用水，因为它可以保留营养 30% 非常奇妙。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完全没有看到我们老师有添加任何的味精盐巴这一些这个调料其实省了一大笔哈还有这个健康无油烟，那么不管你家是有抽油烟机或者是说没有抽油烟机那都无所谓，因为你的整个烹饪过程你可以穿着晚礼服也可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烹饪过程，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智能烹饪系统，完全没有油烟对健康非常的有帮助有帮助。所以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家的一个煤气表这是1月份到5月份的，大概是4个半月时间嘛，这4个半月时间的话呢我的煤气费，我家的煤气费只用了24磅53。那么我们邻居的话呢是我家的这个煤气费的5倍那你可以考量一下你家用的平时在家里用的这个煤气是花了多少钱。而且我家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们家每个月都会有2次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那么当然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网上嘛那这个煤气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省这是在搞活动的过程中的话呢也是大概是5磅到8磅之间的这个煤气费。省下来的煤气费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可以这个
省下非常多的这个钱。那么至于这个套装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最大件套，今天晚上你看到的所有除了锅以外，我们这个煮泰式意大利面啊，我们的周瑜老师煮的这个意大利面的这个锅以外呢，所有你看到的包括那个沙拉的做沙拉，周老师做沙拉的那个盘也是包括在里面了、啊、这一整套是27件，但是实际上呢它就只有7个锅啊，7个锅，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配件或者是这个锅盖啊，这全部都算进去。那么整套锅的话呢啊，可以有30年的这个质量保证，90天的满意保证啊，这个是第一套包括所有的。那么第二套的话呢就是高级套装，比如说你平时煮汤的朋友会比较多的话呢啊，我是建议这套锅是非常非常的合算，就好像那个我们 Chloe 老师刚才在下面煮咖喱鸡中间蒸这个三文鱼，再煮个饭啊，其实就是高级套装啊，所以你可以用的淋漓尽致。还有我们的这个初级套装的话呢，大家看到我们周瑜老师做的这个炸鸡翼，还有这个煎饼，印度煎饼啊，这不粘锅的这个印度煎饼的话呢，其实就用到了这个初级套装。这一个展示了给大家去看，这些功能啊是非常的给力啊。那么最后的话呢，也是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我们七层金锅，刚才老师说可以做12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那么在这个七层金锅里面呢，你都可以用得到。如果你还是不知道用哪一套金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先投资七层金锅，然后呢你觉得不够用的时候，你再订购或者是投资其他的这个套装是比较好啊。那七层金锅就是我们强烈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用上的非常的简单，我们轻松。你看到我们两位老师Chloe 老师、Joey 老师穿的那么漂亮，然后呢在那里厨房非常没有压力，非常轻松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就完成了5菜6菜，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难，有钱难买的一个体验啊！一个快乐优生活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非常期待我们下星期一，如果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网易或者是我们在下个星期天同样时间2点到3点，欧洲时间3点到4点，下午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准时开播。那么我们的老师的话呢，为你带来不同的这个烹饪体验，好吗？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们的那个辛勤付出、努力付出有他们的话呢我们才会有那么精彩的一个节目。谢谢大家，谢谢下次我们在这里再见。